长恨仙君，小兰花，注意仪态，记住我教你的，出场一定要温婉、妩媚又惊艳，这样他才会记住你。这个花送给你。不必了，杀敌乃分内之事。这个花不是为了庆祝你凯旋。哦。1500年前，我只是司命殿的一颗小兰花草，我的师父司命不小心浇坏了我的仙根，所以他就想不养我了。恰恰长恨仙君你来司命殿拜访，劝我师父把我留下，说不定可以养活我，我才得以修得灵智，化成人形。哎，东方兄，今日城西蹴鞠场有一场比赛，哎，要不咱们俩去凑个热闹。此时尚未散去，正门必有人值守，山人自有妙计。你们俩待着别动啊，走，走啊，走。哎呀，东方兄快点，没人。东方兄，东方兄快点，东方兄来了。快点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哎，本座竟然和长恨手拉手钻沟洞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人鬼鬼祟祟？啊，快走！小兰花，我来带你回家。你没事吧？狱卒的人有没有欺负你？我知道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你是在救我。
我，月提辖，愿意用一成妖力。一成好像少了点，那要不两成？两成妖力气势，愿与胡尾生真心相爱，许下誓言，至死不渝。我胡尾生愿意用我所以以后别再骗人了。陈总还是随林奇干了。好。啊，我想跟这个小帅哥合个影，好吗？哦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谢谢。来来，我给你拍啊。林奇，林奇，王总照张相，来来，站起来。谢谢。来，好的，好，看这里啊，一二三。在这结界中，别人看不见你。我好歹救过你的命，你就这样对你恩人啊？所以我才设下结界保护你了。我去办点事儿，老实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到这儿，我要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你的腰包里藏了多少害命的毒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就算遇上歹人，也是他有危险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烟甲蝶又明天即变，可比道圣殿的天主有意思多了。不管你耍什么花样，他都能随机应变。你少唬我！如果你真的想寻死，也可以试一试。谢居安，我不是你的笼中鸟，就算我是故意去见他的，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。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以后。江雪宁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既承诺了，我就不会放手，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。江雪宁，你是我的。你
偏偏不是我和你。多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。我们错过的那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实。张雪妮，我要你。做什么决定，有什么意义，都身不由己。多想问问你，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。我们错过的那些情节里有没有真心。是我策谋无命运的玄机，曾经世界里未来或过去，皆没见过你。景飞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早已不姓雪，骨血亲缘，生养之恩，今日我就真真正正全部还给你。真不愧是我薛家人，够狠，够绝。薛远，纵使我不杀你，你这20年的罪行已罄竹难书，圣上会杀你，天下臣民会杀你，国法律例也会杀你。等到九泉之下，面对万千冤魂，面对我的亲生母亲，你亲自去赎罪。张大人，此案20年盘根错节，上涉皇亲，下涉奸党，你敢接吗？张遮必不负国法，不负百姓。